自己，我会一起将孤独险恶砸碎去，风情道义谁凋零，恩惜怨惜一路灰兮灰喷兮，路见不平拔刀我斩你，斩不过乱怀一身空虚，你算什么世道能哭，打下去，蒋干就要办追思会了啦！快打！会长，救命啊！哎，蒋乔，你让他回到顶楼那边，看看他们的反应怎么样，好不好？快来！快来！你还没打完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流氓！算了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啊。中的你尽是挑逗，拨弄着我心成野兽，压不住的一念慢慢的涌。小白脸，抓了枪来手放干嘛？我你了吗？啊！会长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关系啊。哎，对了，解锁器拿到没有？哇！太好了，小乔，你辛苦了。要解锁就按那个钮，对吧？是啊。加油吧。乔九让恢复十成功力。我感觉到全身的力量都回来了。看吧，乔姐糗事做多了，总会做对一件好事。我感觉我全好了。怎么屏幕上有个人啊？觉得这个解锁器应该是假的。啊？假的？怎么可能啊？这是我用生命换来的。我想，这应该是董卓设下的陷阱。蒋干，这黑森林蛋糕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，那就多吃点。我得要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因为你，我才有机会给赵人植入假的解锁器。
这种作假的事情是小的应该做的，校长你就甭客气了。我是想问你啊，你是帮我呢还是在帮曹操啊？现在才在想借口，会不会太晚了？我没有想借口，我这是实话实说。帮我帮他呀，那么是帮伟大的校长您啊。好，说了就不要后悔哦。祖母，拿来，没我我真可怕。念祖母，拿来，没文化多可怕，要多念点书，你懂吗？这个字念毒。这边药呢，叫梅药医。吃了个梅药医呢，准保是梅药医。我让你呢，把它放在曹操喝的水里边，或者是他吃的饭里边，给他来了一个梅药医。下毒，总该会吧？会啊，当然会啊。可是这个事情来得太突然，人家还没有准备好吗？那你要准备多久？好歹要准备个十年八年好吗？我上流父母下流子孙还有很多马子在等我呢。笑啊，再笑没关系、啊、七天之内不是曹操没药医、那就是你没药医、你自己选的。曹操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跟我争，这天下我要定。怎么会这样？我妈妈送给我一片苹果，那苹果是真的。不要再吃了，再吃变阿彪嫂了。哎，小乔，每个人都可能失误，只不过这次刚好是你罢了。云还好吧？他刚出门就晕倒了，现在没什么事，只不过伤势又加重。想不到这个动作这么狠毒。我觉得这只是刚刚开始，接下来会把我们一个一个击破。那该换我们主动出击了。当然要，只是现在一定要等赵云的武功恢复。没错，这次我亲自出马，把校长室翻过来，我就不相信偷不到。不，校长室被董卓添加了很多机关，每个星期都会升级或是改版，一不小心就……管他什么机关，我张飞什么都没得怕了。飞，千万别太小看董卓。就连有胆如斗大称号的姜维，都因为误闯河东高校校长室的迷魂阵，如今心魂俱失，连老爸都不认识了。我不怕，会长，让我去吧。谁去都一样，只是送死。第一步，第二步，第三步。哎，七步成灵感，命运女神显示你的神迹再次降临在曹操身上吧。第四步，第五，第六步，第七步。ヤマハ自動機男がトヨタ三菱半導体だ。你说的这都什么跟什么啊？哦，真是抱歉呢，我刚刚从另一个扶桑国时代剧组转过来呢。我，哎呀，我一时还没调整过来呢。哎，真是。你是谁？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为什么闯进我曹家？我，
我是不会告诉你我叫赵钱孙的。哦，哎呀，这，你只要记得，我是个好人，特别好的那种，就像是冬天的阳光，夏天的泳装，要让你头脑一亮，找到问题的方向。不是，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没有任何问题。哎，少装傻了你小帅哥，这剧本上不是都写了吗？啊，剧本？不是剧本，是我从你眼睛中看出来的，两眼无神，充满疑惑。曹孟德，你出了大问题了。真的吗？从眼神就这里没你台词儿。听着，找出董卓最依赖的人，针对他，他就是你的答案。说完了，撒悠那了，小心！这是给你的？不，这什么也没有啊！这，等一下，换经文的时候，道具师不就交到你手上了吗？你会不会演戏啊？哎，好了，正经点，我走了。后空翻，这高人到底是谁？是敌还是友？找到董卓最依赖的人。似乎有方向了。高人指点，曹操感念万分。哎，这什么时候写的？果然是高人呐。赵钱孙，一听就是化名啊。我的虽然叫你不要放，你摔到你，导演，我知道大家都想早点收工，可是我样子不能这样说放手就放手了吗？你我们群众演员一时是父母养了会痛了吗？对不对？喂，干嘛关机啊？小三小姐是吗？我是。请问你们有什么事吗？我还得搬东西给老师。是这样的，有人请我们过来找你。啊？三、二、一。我的诚心道歉，请真一切，你独自拥有。我在山顶就你尽心尽力，真心绝对有。我的爱和努力化为乌有，伤心泪流藏在我的心底，为你守候，为你守候。 Sorry 的我， Sorry 的我， Sorry 的我， Sorry 的我。貂蝉，吕布负荆请罪，原谅我吧。吕布是李，诗里的李字都写错了，骗子还有什么可信的呢？道歉也是骗人的吧。貂蝉，我是真的爱你。怎么比被衣服打的时候还痛？哥们儿，这么近还用望远镜？怎么样，貂蝉不理你啊？关你什么事？
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让貂蝉重新信任你，而我有办法让貂蝉对你稍稍改观。稍稍改观？解锁器是假的，你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赵云跟貂蝉是好朋友，现在赵云武力全失，貂蝉也很难过。基于朋友的情谊，貂蝉当然希望赵云能早日康复。所以呢？所以很简单，你帮赵云的忙，就等于帮貂蝉的忙。这逻辑不太通啊。怎么会呢？你想啊，如果貂蝉知道是你帮赵云恢复的，以他是非分明的个性会怎么想？他一定会觉得你本心善良，是个值得交的朋友。会。当然了，弹琴听曹操，恋爱没烦恼。现在解锁器就在你义父手上，想拿到真正的解锁器对你来说易如反掌。你是要我去偷我义父的东西？不是，借，帮貂蝉借，之后就一定还上。你还是先烦恼你自己的单恋吧。哎，这怎么大家都知道了？根据我曹家情报系统的可靠消息，解锁器根本不在董卓办公室，而是在另一个隐秘的储藏室。哦，难怪蒋干他一下子打听出来了。所以我决定亲自动手。我跟你去。我们一起去。好了，我要去偷东西，又不是揪人去打群架，一个人就够了。不行，会长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没关系，应该没事的。会长，不要逞强，让兄弟们帮你吧。各位请安心，我有攻略秘籍，一个人或许是最方便的。好了，你们先回去看着赵云，等我的好消息。曹操啊，你是斗不过我义父的。义父，请。现在整个学校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这个抹茶蛋糕卷挺好吃的，来尝一下。好。哎，对了，今儿你发什么善心请我吃蛋糕啊？你别说，这家店啊还真挺好吃的。跟义父的养育之恩相比，小小的蛋糕算不了什么。是吗？有道是礼多必有诈呀。义父怎么这么厉害？他该不会看出我的企图，还是知道了什么？想说实话了吧，快忍不住了。义父告诉你，义父是疼你的，快告诉义父吧。嗯，上佑爸，对不起啦，害你恢复这样，我有责任要陪你到恢复。千万要小心夺命化千古的攻击。小乔，你干嘛？要对貂蝉下手，不要伤害貂蝉。哥，又给我卤点。来，脚缩起来，让那个谁比较好位。
的要求卡。多演员趴腿。这边都是声音。你今天来到哪里？为什么这么大阵仗？我们今天呢来到了号称是中国三大温泉之一的，好像是宁什么森林温泉。然后呢来这里发现真的很美，后面一整座山，它真的是森林，然后它的温泉非常棒。没了没了没了。那你现在都 OK 了吗？不要问这种尴尬问题啊！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special 颜值最高的几位上半身，大饱眼。这样都要泡，想说不看白不看吧。喂，你今天的服装怎么特别特别的不一样？不一样吗？特别少，因为这不是我的服装，所以等会就是要爆破。现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上半身吗？上半身？喂，没有，不行了，怎么知道的？其实今天最精彩的，我觉得应该大家都讲的一样，就是小乔在骂赵云那一趴，因为到时候大家会听不到，因为都会背景声，那个也不能播啦，那个也不能让你们听到，就是骂的蛮难听的。我自己在旁边，我那个反应都很真实，我在这样，就是捏一把冷。这爱